奇地泥水养龟二主要缺点。因为有些泥水养龟的人在某音某度等平台恶意诋毁东龟先生的火山石龟缸，所以本期视频东龟先生继续奇地被神化的泥水缸，说一说泥水缸的主要缺点以及为何不推荐大家使用泥水缸，推荐大家多尝试东龟先生的火山石生态龟缸的原因。要说起泥水缸的缺点和局限性，真可谓是太多了，足以掩盖其优点。泥水缸缺点一，选泥困难，用量大。目前对于开泥水缸到底用什么泥说法不一，黄土、红土、糖泥、山土、圆土、树根土，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把这些都搞清楚脑袋都大了，哪像火山石颗粒不是红的就是黑的，而且红的和黑的选择哪个都行，选择十分容易。从用量上看，开泥水缸用量很大，动辄就一两百斤起，这么多的泥如果网上买花费多不说，就算搬运到楼上也困难，毕竟现在很多快递不送货上门，而如果自己去挖这么大量的泥同样也比较困难。而火山石比较轻，疏松多孔，用量少，价格也便宜，相对而言就方便多了。泥水缸缺点二，开缸繁琐，费时费力。你买来或挖来后，要首先选泥洗泥，将里面的枯枝落叶、砖头石块、草根垃圾等清除。如果是外面挖来的泥，还涉及到消毒除虫，工作量十分巨大。洗泥以后放入龟缸，还要多次固泥，同样繁琐。固泥就是栽种好植物后在阳光下让水蒸发掉，至泥表层结皮，然后加水再次蒸发掉，固泥过程要重复多次，相当麻烦。如果使用东龟先生的火山石生态龟缸就简单多了，最多清洗一下火山石颗粒，如果开的是新缸根本就不用洗，直接用就行，相当省心，开缸速度很快，半小时就能完成。泥水缸缺点三，可塑性差，经常被迫翻缸。泥水缸讲究一次性设计好，一次性开缸成功，一旦开缸失败基本就要推倒重来，想想前面的过程是不是脑袋又大了。而且就算是开缸成功也别高兴太早，一旦植物或泥被乌龟大规模破坏，修复也很麻烦，闹不好又要重新开缸，脑袋又大了吧。泥水缸中途做改变真的很麻烦，反观东龟先生的火山石生态龟缸局部改造十分容易。比如东龟先生这个缸原先有一个花盆做的晒台，现在到了秋季温差大了，东龟先生就把这个晒台撤了，空出来的坑用火山石随便一填就完事，简直不要太简单。如果对哪棵植物不满意，或植物被乌龟破坏了，直接挖个坑将植物移走，或挖坑埋入新植物就行。火山石龟缸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可塑性强，养龟有了新想法，出现新情况局部改造很容易。泥水缸缺点四，对阳光要求高，摆放不灵活。泥水缸对阳光要求高，阳光不够，一是植物生长不好，二是容易滋生真菌，就是有机质发霉长毛，这样对乌龟生长不利，因此泥水缸的摆放位置局限性很大。而火山石生态龟缸就灵活得多，阳光好就使用水竹、水菖蒲等阳光需要高的植物，阳光不好就使用龟背竹、椰子苗、吊兰等耐阴植物水培。火山石颗粒毛细管丰富，具有吸水石的作用，可以用作水培介质，这样植物根系可以入水净化水质，而植株还在水面之上，而你只能做水草或停水植物底泥，不能作为水培介质，否则高温期和低温期都容易导致植物烂根，这一点养过植物的都知道。泥水缸缺点五，翻缸麻烦。泥水缸开缸成功的一两年就要翻缸一次，如果开缸失败随时要翻缸。家住农村或有自己院子的还好，如果是住楼房的，想想那么大一缸泥，脑袋又大了吧。而且大部分泥无法重复利用，只能丢掉，用新泥又重新涉及到买泥、挖泥、洗泥、固泥，基本上相当于重新开缸了，脑袋又大了吧。反观火山石龟缸翻缸也十分容易，将火山石颗粒淘出来水龙头下冲一冲就可以再次利用，省时省力省钱。泥水缸缺点六，有臭味，不卫生。泥水缸开缸过程中出现臭味是常有的事，而且一团团的臭泥巴也非常不卫生，容易滋生蚊虫，臭烘烘的一缸泥巴，想想脑袋又大了吧。而且后期泥水缸如果崩溃打理也困难，不像东龟先生的火山石龟缸本身比泥水缸干净，同时就算水质崩溃打理也十分容易，用虹吸管抽下底部脏东西，加入新水，系统很快恢复正常，而泥水缸恐怕又要翻缸了。想想这脑袋就算了，不说了，大就大吧。泥水缸缺点七，水质不清澈，互动性不好。养宠物最有趣的是互动，
泥水缸水质不清澈，几乎看不见龟，不仅互动性不好，就算想看个龟全貌也困难。这养的是哪门子的宠物？如果在泥上覆盖鹅卵石，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使水清，但基本也就失去了泥水缸的优点，同时又保留了大部分缺点，同样不是一个好方法。而火山石生态龟缸，由于火山石吸附能力强，因此水质清澈，无论是单纯欣赏乌龟，还是在互动性上，都大大好于泥水缸。整天看着浑身泥巴的乌龟，能有多少乐趣？以上就是东龟先生简单列举的泥水缸七大缺点，其实还不止这七点。一个养龟方法，这么多缺点，是怎么有勇气说东龟先生的火山石生态龟缸是低配版泥水缸的？真能给自己贴金，拥有如此截然不同特点的两种养法，竟然被某些人强行归到一起。东龟先生的火山石生态龟缸不是泥水缸，东龟先生是玩生态的，泥水还真没瞧上。简单总结一下，泥水养龟只是一种懒人养法，操作复杂，可塑性差，费时费力费钱费事，不是一种好的宠物龟饲养方法，比较适合养龟场或喜欢玩泥巴的人。从操作简单方便，省事省力省钱省事角度，从饲养宠物的角度，东龟先生更推荐火山石生态龟缸。特别声明，东龟先生所发内容欢迎理性讨论，谢绝恶意诋毁，否则东龟先生将以科学回击愚昧。东龟先生制作，谢谢观看。